他们被人类说成是朋友，同时又被人类杀死和吃掉。动物们一次次的报复，人类必须反省，向吃的陋习宣战。新闻夜话特别制作为什么不能吃它们九大专题，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血腥的宴席，动物的报复，以中医的名义，谁有吃的权利，秘密的餐桌，吃者有罪，九大专题深刻反省，人人有责，敬请关注。用野生动物做成的珍馐美味摆在你的面前，色香味俱佳。大部分的人是不会愤怒地站起来拒绝，说我不会吃这些东西，然后发动所有的人忏悔和检讨。你会一口一口地把它仔细地吃下去，在那个时候你不会想起来残忍的杀戮，可怕的病毒，你有没有权利吃它，再有就是吃了是不是就有罪。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在你的面前正好没有这些东西。如果你吃过那些野生动物，请你收看我们的特别节目。如果你没有吃过那些野生动物，也请你收看我们的特别节目。人类在漫长的时光隧道里行走，进化花掉了300万年。食物当然是前进的阶梯。如果我们不吃掉野生动物，是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现在好了，我们终于变成了人，可以不用吃野生动物了。但是现在，食物却变成了一道一道的门。他们成了对人类新的考验，如果选择错误，所有的人都将品尝恶果。这里是西部频道新闻夜话。在6500万年前，地球上的生物经历了一场物种大灭绝，绝大部分的动物物种都被自然淘汰了，但是鸟类却成功地活了下来，并因此也见证了后来的人类的出现。从100万年前到现在，平均每50年才有一种鸟类灭绝，而在最近的100年，平均每年就会有一种鸟类灭绝。人类不仅占领鸟类生存的栖息地，还用尽各种办法捕捉和吃掉它们。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北京市林业局的王增年教授，他研究野生鸟类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了，他会告诉我们关于这些鸟类的事情。有一句形容人类贪婪的这么一句话，就是天上飞的除了飞机不吃。那么我想知道，在这个所有的鸟类当中，有哪些鸟是人不吃的呢？说燕子，这个燕子呢，尤其是家燕，还有一种鸟呢，就是这个喜鹊。喜鹊这种鸟就是就是这个喜鹊、对，这个是全世界都是这样，全世界这两种鸟，对，这都是作为是吉祥鸟。野生的鸟类身上有各种各样的病毒病菌，包括很多寄生虫。从研究的记载上看，主要的病毒是衣原体病毒，另外像轮状病毒，还有冠状病毒。一共有多少种病毒啊？大概有10几种病毒。有哪些是比较容易感染给人类的呢？它主要是这么几类，就是一个是像呼吸道的疾病，一个是消化道的疾病，还有另外像什么肾脏啊，还有像皮肤啊，这些疾病都是人和很容易传染给人类，很容易传染。这些病毒到了人身上，就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还有这个感染肾脏的。那么对人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呢？要是损伤了呼吸道，就是造成肺炎、支气管炎，或者是呼吸不畅、发烧、咳嗽这种症状。如果要是侵蚀到这个消化道，那就造成消化不良，或者是发生胃炎、腹泻症状。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这都是由由于这些鸟身上的病毒，然后传染到人的身上，使得人发生这种症状。另外呢，像肾脏，还有的像皮肤，还有的像这个人的这个寄生虫，人身上的寄生虫也有的是从鸟的寄生虫传给，由于它吃鸟，吃完了鸟以后，鸟身体的寄生虫又在人的寄生人的身体里面发挥了作用，所以这些都会引起来这个人得病。你比方人的肾脏要是得了病以后，那很明显的肾肿大，肾功能衰退。这些野生的鸟都有您刚才所说的那些病毒病菌吗？这些鸟类基本上都有，而且尤其像这种像这个鹰类的雀类的鸭雁类的。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的人就是还在不断的吃这些野鸟？是不是他们感染了这些病毒自己还不知道，可能没有感觉？有些病毒是由于人有抗体，所以对这些病毒感染之后就它就就好消失好了。但是有些也并不是，你比方说像咽体传染到人的身上，人的症状也是流眼泪、咳嗽、上呼吸道发炎，然后变成支气管炎或者是肺炎等等。喜欢吃这些野生鸟类的人，他们怎么就不怕呢？嘴馋贪婪的这个角度，有病毒病菌也不管，所以他也不了解这个，或者是根本就不知道，甚至于说有的人知道了以后，他认为好像我吃熟食了就没不会传染上。如果是做熟了，把它这个高温加热熟了之后就一般没有问题。那也不一定。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人就纯粹就是为了尝鲜，认为这是新鲜的。这个平时说过嘛，就是宁吃这个飞禽一两二两，不吃走兽半斤嘛。所以他就不管那些病菌和病毒。他也不管呢有没有寄生虫，有没有病毒，经过没经过检疫。流感曾经是给这个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尤其是在1918年肆虐的这场西班牙流感，造成了大约2000万人的死亡，就是比当时的一战死亡的人数还要多一倍。那么根据我手上的这个资料呢，野生鸟类身上携带最多的病毒就是恰恰是这种流感病毒。对，鸟很容易感冒吗？这些野生鸟野生鸟都容易感冒，而且是它的感冒的症状呢，就是失音，就是它的叫声啊就不太响亮了。表现什么呢？咳嗽、喘。鸟也会咳嗽和喘。会喘。另外气管和支气管发炎，另外还有的肺部感染或者是肺炎、肺部发炎，这个倒造成流感大了以后多了，这个鸟也照样可以死。鸟也会也可以大鸟也会有大批的鸟这个因为流感死亡。这种鸟流感会传给人类吗？会的。就比如禽流感，比如这次禽流感，西班牙的这次的流感，它就是由于动物的流感传给了人，人之间又产生了流感。是不是就是从这些野生的鸟类身上感染给人类的呢？这个据历史的文献记载呢，是由于动物的流感病毒传染到人的身上以后，这个动物到底是什么动物还是什么鸟类，这个没有定论。但是我看这样的资料分析，就是这个1918年这种流感就是一种禽流感。对，就是禽流感，它是由于禽流感病毒造成的。但是禽流感是直接传染的人类，还是通过动物，或者是通过中间宿主传给的人类，这个问题是有待于深入的研究。还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从野生鸟类传染给人类。对，是不是由于野生鸟类传的？但是很有可能是由野生鸟类。这个只能说是可能，或者是猜测。有很多人吃这些野鸟是用毒把它们先毒死，然后就是毒杀，是用尽了各种办法来。那是用各种办法，用枪打，甚至用炮轰，还有的用炸药炸，这都有。怎么炸呢？炸药摆放在那儿，这个炸等鸟飞过来炸。这个炸药呢，它就是用土制的炸药，并不是说咱们真正打仗的那种炸药。
就用土制的炸药呢，然后让它这个鸟呢，在那儿吃食的过程当中，或者飞翔的过程当中，它用炸药呢把它打下来。这种方式呢也是很恶劣的。还有的猩猩用这个套子，用套子套，用这个拿网捕，最长的网他们有30米的网，所以这样的话一网它就能够，尤其候鸟迁徙的过程当中，或者是采食集群的鸟类，一网就可以捕100只以上。在全球每年会有多少的鸟会被人吃掉呢？这个有统计吗？确切的统计现在没有。这是一种叫旅鸽的鸟。对，它的最后一只，就是在地球上最后一只，是在1914年在一个动物园里面。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就是见过这种旅鸽的人，恐怕现在活在世上也没有，没有几个。而且现在只有一个标本，在美国的这个博物馆里面，只有一只。我听说这种旅鸽是，完全是被人给吃光的。对，这个旅鸽也叫漂泊鸠。它的这个长度啊是32厘米，它的尾非常长。这种鸟，当时在这个美洲的时候啊，为什么数量特别多？对，它主要它繁殖特别快。在人开始吃这种旅鸽之前，它的数量会是多少？当时它的数量啊，已经最多的时候达到了30亿只。当时全世界的人口是27亿人口，比人还要多，比人的数量还要多。在迁徙过程当中，当时的文献记载嘛，它可以有将近30公里的路程，在这30公里，整个都是，天空上飞满了这个旅鸽，连太阳的都看不到，但是后来经过了50年左右，这个，旅鸽的数量已经减少到只有1只2只。对，人为什么非得认准了这么一种鸟去吃呢？主要是这种鸟呢，当时它的肉啊，在野生鸟类比较里头，它的肉有些人认为是最鲜嫩。比较起来，这种鸟好捕猎，它数量多，一个人他一天他可以捕几百只。他这几百只怎么抓？用网吗？就用网捕。就用网捕，它可以捕几百只，这样就证明它把这几百只鸟拿来以后，有的就去吃了，最后它有的人都吃不了，当时的情况它都可以给牲畜吃，或者是给猪吃。哦，这些旅鸽被抓到之后，抓到以后，因为人当时太多了，抓的太多，它根据历史的记载，它都可以去给别的动物去吃去。这就是免费的午餐啊！飞来的飞来的肉、肉，人们呢就是来满足了自己的食欲，所以进行了这项，就是等于屠杀式的猎捕。这种旅鸽肯定是被人给吃光的，就是完全是因这个原因，不是其他的原因。对，旅鸽啊，当时这个灭绝的如此迅速啊，连美国人自己呀、也没有估计到。尤其是辛辛那提的那个动物园里头的那一只旅鸽死了以后，当时美国人也很悲伤的，而且把最后的一只旅鸽做成了一个标本。有的专家测算啊，就是现在这个鸟类灭绝的速度，就是一年会有一种鸟灭绝，从地球上灭绝，那么会有越来越多的鸟灭绝。那么这些鸟灭绝之后会怎么样呢？会对人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就举一个例子啊。在这个渡渡鸟原来它生活在加勒比海的岛屿上面，如果在这个当时在这个加勒比海这个渡渡鸟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它就是灭亡了，消失了。消失了以后，很明显的岛子上面的树木有一种树木也就死亡了。这种鸟是这个岛上独有的一种鸟吗？这种鸟它就是生活在这个地方，它的最大的这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它能够，吃有一种树的这个种子，然后进行排泄，排泄出去以后，进行这个树又可以长出来，就能够当一个传播。树要通过这个渡渡鸟才能够生根发芽。生根发芽。这个就是通过它内部的消化以后，促使
这个树可以进行生长、进行繁殖。可是渡渡鸟消灭了以后，这个树种也随之枯萎，也随之减少，甚至也要灭亡。没有渡渡鸟这种树是无法生存、就是说某一种鸟它的灭亡就是牵连着其他的动物的数量质量的变化。你比如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比如像麻雀，如果麻雀这种鸟灭亡了，那相应带来的就是虫害的增加。虫害增加了以后，那它的这个农作物生长就会受到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受影响以后，它的鼠类就会增多，鼠类增多了以后，其他鸟类又会受影响，然后林木又会受影响，这样整个就会影响到一个生态平衡的一个食物链。这个食物链如果是一种鸟就造成这么大的影响，那要是多种鸟，几百种鸟，上千种鸟，那得给人的影响那就无可估量。整整在100年前，飞翔的鸟启发了我们，人类发明了飞机。在100年之后，如果天空上飞翔的只剩下了飞机的话，我们的子孙也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它是由什么进化来的呢？如果他知道100年前的天空上有许多飞鸟的话，在飞机的舷窗下他看着窗外的白云，也许会说，其实鸟类并没有灭绝啊，你看，我们不是正在飞翔吗？